大家好，我是艾兰说威子。今天呢，给大家推荐一款很好用的小白药，也就是仙葩的这款扶虫胺。它呢，对小黑飞啊、蓟马呀、这些害虫呢，是十分有用的，而且效果呢是十分好的。它属于内吸式的，还有出杀、微毒的作用。使用方法呢也很简单，把它直接呢，撒在这个盆面上，随着咱们的浇水呢，它就会渗透到咱们的这个植料当中，杀死植料当中的害虫和虫卵。第二种方法呢，我们可以把这个植料表面呢挖一个小洞，然后呢把这个仙葩的这个扶虫胺呢放在这个小洞里面，然后再往上面轻轻的呢敷上这个植料，它的效果呢和刚才所说的呢是一样的，也会随着浇水呢，对这个兰花，对这个花盆当中的这些害虫呢起到一个消杀的作用。第三种方法呢，就是和植料混在一起，达到一个前期的呢对植料进行一个害虫的杀灭。小白药的使用周期呢一般呢就是2个月左右。大家呢可能最关心的呢就是它会不会对人有伤害。大家可以放心，这个呢是一个微毒的，对人呢是没有什么副作用的。大家如果需要呢，可以通过下方的小黄车进行购买，也可以点开威子的橱窗，里面有很多的花卉用品。谢谢大家对威子的支持。